好，现在是6月15号礼拜四啊，很久没拍片啦，主要是前阵子花太多钱了，一直出去玩。好，那现在要拍就是主要是要毕业典礼了嘛，那家人会从台湾来。好，那我等一下晚点的话会先去 check in 那个前几天在 LA 要住的 B&B， 最近海关排超长，就毕业典礼太疯狂了，排超长，所以可能没办法 check in， 所以我就先去 check in。 对，好，那就等等见啦。半小时过去了，我还在这边，为什么？因为美国日常雷啊，他那个是 B&B， 他约你在一个地方，那我刚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要跟他约见面，结果他跟我说他找不到资料，所以就打个人过去查，然后他全部要从楼下等他等半天，然后现在还没有楼上去，所以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真是美国人怎么可以这么笨啊，什么都可以搞不定，哎、欸，什么你想不到的东西都可以搞不定。A few moments later， 千辛万苦终于到 B&B 了，那个奢华游泳池，他们的阳台都蛮 chill 的。我们原本是订2B， 结果因为他出了一点包，所以就被升级变3B。这边一进来就是洗衣机、烘机，一个厕所，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厨房，非常大的客厅，吃饭的，跟一个办公桌，然后这里就是主卧，非常大的一间主卧，里面那个厕所也是超级无敌大。好的，我们现在要去接我的家人，那现在已经快10点了，你一个8:45降落飞机，到出关要疯了，而且我在一个距离机场只有5迈的地方开车过去也是塞爆，要40分钟。 LA 烂。西瓜，我们现在去哪？去一点啊！我就点点先吃宵夜。西瓜，你英文很好哎、欸。啊，这个是什么？快餐4个钟头，这个是飞机餐的。这主聊这么难吃哎、欸，你们觉得很好吃？觉得超好吃。你是饿坏了、啊？因为它是热的。嘿。越好吃啊！这边有一个美食部落客，真的是有够烦。One shift later， 现在几点？现在是美国时间6:48。昨天几点睡？昨天2:30。疯子！我就看你们今天去环球谁可以活着。大家都活着好不好？9点呢、欸，什么意思、啊？秀出你的妖怪手表。
喷火。你不够专注啊！哎呦哎，是谁？哎，这是谁喷的？刚刚是谁喷的？不要瞎掰好吗？请发表一下你抢到香菇餐厅的感言。来来来，我只有朋友带上去的当下而已。至少要跟两个小小兵一样，来检查，勉强过关。A few moments later. On a highway road, all is sacred, you know. As you move in the hollows of my mind, only the stars know where we'll go. Why don't you come with me this time? I've been walking these streets in cities and in towns, but the truth be told, it's a lonely road. I'd love to see the world with you. 你们知道为什么香菇餐厅不用服务费吗？因为香菇是廉价劳工，他是碧姬公主的廉价劳工，没错，所以他们不用服务费。也是什么迷你羊，知道了吗？跟陈小兵一样。A few moments later. 你现在在干嘛？煮泡面啊，不然呢？煮泡面。穷啊，还没播，想煮泡面啊。这是什么泡面？辛拉面。看到没有？辛拉。我现在聊的都不喜欢带上。昨天只睡三个半小时，真的是扛不住，眼睛超红，现在才十点多，准备来睡。快吃完的牛排，他们在讨论。生命请不他。